今天苏州又是下雨，导致我视频的光看着就有一点奇怪。好在。Hello， 我是果儿。姐妹们，在评价包包之前，我决定先给大家安排一期评价好物。虽然我不知道我这里的姐妹家里有啥条件，家里有几个框，但是我个 coso 最近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爱上1688，太便宜了，太便宜，真的太便宜了，便宜到我每次打开这个软件，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不买点什么，我真都对不起我自己。是真的很便宜，就是它可能只要市面上或者你们某宝上面看到一包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再便宜一点就是1/3哦。像我身上这种衣服都是5倍的差价，是吧？概念5倍的差价，你买一条裙子，你可以在那买5条裙子，你一个夏天5条小裙子不香吗？当然啊，我也才过来，所以我打算做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买过，然后质量很好，价格又很便宜的一些产品跟店铺，你们知道直接冲就好了，不需要选。第一批是我买的这些发饰类的，今年这种珠城的大发圈，你每一个几个就说上自己是 fashion 女孩，哈哈哈哈。但是你们去打开某宝，便宜一点的3-4块钱，贵一点的10几块。像我买的这个 BM 的，6块钱一个。但是姐妹打开1688，10块钱买上一对，哦，从此以后不是梦。像这种1-2块钱一个，拿到手的质量绝好，没有线头，也没有脱线的地方，皮筋弹力也够大。你说现在2-3块钱能买到个啥？在全家连个小背包都买不到，你在1688，哼，就能买到一身美丽。这种莫兰迪色系的1.9一个，欧根纱的7.5。哦呦我的娘嘞，这要钱吗？啊，要钱吗？上面多一个蝴蝶结，就多加1毛钱。哎呦，真的仙女无语了，现在1毛钱掉在地上，人家看都不看一眼，都没有人捡的。但是你可以拥有一个。哦啊哈哈哈哈。我买之前还是很忐忑，但是拿到手之后，我在想，我他妈怎么会这么便宜，质量还这么好？这种价位纠结什么颜色啊？喜欢什么 all in 哦？今天全场大抢发单，果公子买单。各位，今晚全场的消费由赵公子买单，尖叫声！还有这样的蝴蝶发饰，今年蝴蝶有多火吗？从头到脚全部都是蝴蝶，网上去搜一下，随便一下，10几20，但是它这个是刺绣的。看上面刺绣做的巨好，5块钱一个。我在某宝上面搜到过一模一样的13还是14块钱一个，啊，16885块钱一个。要是你多一个，想要这种夹子类型的，多加1块钱。还有这种超闪的，哎呀，好快吧！这种水钻发夹，你去网上某宝上面搜一下，质量好一点的钻都是10几块钱一个，但是在1688上面5块钱就能拥有，而且上面的钻质量真的超级好，你怎么抠它都不会掉。并且很闪的那种，真的绝了！要是走到太阳底下，哦，闪死了！人家以为你好几百买的，可是加5块钱哦。还有这种颜色很奶的发箍，做工什么的都超好，还是刺绣的，就2-3块钱一个。你买一个发箍的钱，在1688可以买上一个礼拜。嘿嘿，都不重样。还有这种韩国的小皮筋儿，就是你们去饰品店买不是3-4块钱一根吗？但是我在上面买3块多4块钱一整盒，弹力也超级好的，这样买一盒回来就算是丢了也不心疼，3块钱一大盒，香死了。然后还有，哎，哦，这种甲片，哈哈。你们知道现在物价飞涨，去好一点的美甲店做，你做那种当下热门的款式，没有3-4百块钱是做不下来的。但是你们去搜美甲片，哦，又会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不用光疗机，不用一坐坐一下午，不用花大把的钱，2.7块，姐妹，你就可以拥有一副超级好看的美甲。果冻的、镭射的、各种颜色的磨砂、蝴蝶的、半法式、卡通的，我买的这些最贵都没有超过10块钱，一般都是3-4块钱，便宜的只要2.7块。就是只要你在美甲店能做的款式，你就上面搜一下都能搜到，但是友情提示，不要选那种很复杂，就很多贴片、很多闪片的款式。毕竟它价格在这个地方，就会显得有那么一点劣质。优点呢，就是它真的很便宜，它这样一盒里面有24副，就是连脚趾甲你都可以用它来做啊。做完之后还能给你男朋友也做上一个，哈哈哈哈。缺点呢，就是你们会见到它的甲型就是固定的，不能跟你在网上定制的那种好几十块钱一副的，可以你量一下长度发给他，他帮你先磨好。这个买回来之后呢，你要磨一磨。可是2.7块，姐妹，我愿意磨一磨，可以省下10倍的钱。不过有一说一啊，你买个4-5副啊，总会莫名其妙有一副踩雷的。可是100块钱你能买个40-50副，里面有20-30副是你自己满意的，那真的也是赚死了，好不好？而且你看我这次买的甲片，它很薄的，没有像网上那些特别厚的甲片贴在手上感觉很假，它这个还挺薄的。
因为我有美甲嘛，所以我就给我好朋友用了一下，就发现哎真的可，我就决定等我这个长长卸掉之后，我就每天卸甲片，我一天换它个18副，根据我的心情、我的服装还有我的妆容，我每天都换。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买的这些店铺的话，我可以在评论里面 po 给大家了。还有就是我最近打算做一期网红店跟1688他们同一个衣服不同价格的质量对比，但是都还没有收到，我收到之后呢会专门出一期，你们感兴趣吗？我现在是收到了我身上的这一件油画布啊，我这件呢就是1688的，跟网红店价格差了10倍，具体的呢就先不跟大家多说，但是我真的想跟大家说，这一件的质量跟成色1688是完胜的，就是你是比它前完胜了，版型什么的都真的很好，你上身根本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差距。我是真的觉得如果质量差不多的话，咱上身你就是想买那种流行款，你买这种价格完全可以的，因为你穿一季之后下一季它可能不流行，或者明年夏天的时候你又不喜欢它了，你这哪里去都不知道了，咱真没必要买那么贵的，对吧？所以我还蛮期待我剩下的小衣服的。还有啊，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些人看起来表面光鲜亮丽啊，但其实他的脚又胖又宽，脚背还高，请问有没有同款脚？我和你们说，如果不看我这个人，单看我那双脚，真的可能以为我这个人起码200斤往上走。而且像我这种又宽又胖的脚型是没有办法穿人造皮的鞋子，或者是说它的质感很硬，版型很尖的那种鞋子。可是现在实体店里面随便一双小牛皮的鞋子，不是我吹300-400块钱，人家都还是给你打了折的。然后我就在幺六上面淘了很多这种小羊皮、小牛皮的鞋子，为了方便，每个都拎了一只给大家看一下。但是它的价格都是100出头，就是你去买那种潮流款，然后不知名的材质的鞋子，在那个上面都是100出头的价格，真的很便宜。小牛皮、小皮100出头，你回去问一下你爸妈，他们都会觉得很划算，超划算的。像这一双编织的这种款式，今年还蛮火的，对吧？但是它会比普通的鞋型再宽一点，就很适合我这种小宽脚，而且它是两层的，后面这个绳子可以拔掉变成拖鞋。如果你把它穿进去，它就是一双绑带的凉鞋，牛津底小羊皮的，而且脚底的地方全部都是加了软垫的，跟高7厘米左右，但是因为它前脚的支撑力比较好，所以穿起来也不会觉得很累。还有这双珍珠的异形鞋，哇！我跟你们讲，这个跟近距离看一眼它的做工，上面就是特意设计成这样的，就这个跟瞬间收买了我。我超喜欢这双的款式，鞋垫是羊皮，它鞋面是牛皮的，内里是猪皮。我是感觉这家店还蛮实诚的，是啥皮就是啥皮，也不跟你说哇，我这个咋用的，反正就有一说一。我是觉得它穿起来的脚感很舒服，而且你们可以看到我选的都是这种一字带比较宽的，而且它的宽度刚好是在大脚骨的这个地方，可以把我们脚最宽的那个地方遮住，就不会觉得你的脚不跟一个船一样。下面一双。看看啊，这个蝴蝶闪钻款，哇，这种超仙女，细看一下，谁能拒绝这种做工这么好、这么闪的钻啊？穿上之后显得你的脚很白的，做工也超好的羊皮鞋面，牛筋底，跟高4-5厘米。啊，对不起啊，下一届新说唱的冠军就是我承包了。相信我，你们买回去之后会很喜欢这一双的，它可以配上你夏天所有的小裙子。然后呢，我本来有几个平价包包也是在上面买，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但是因为我又想做平价包包合集，加上它真的很便宜又质量还不错，所以我先卖个小关子，等我记得转发评论点赞，爱你们。